你别跟我评这个，我问你啊，叫李想啊，反正听说在学校弄个乐队还挺受欢迎的，还弄个乐队，搞文艺的。一个一个梦飞出了天窗，一次一次想穿梭旧时光。我们慢慢的生长，从小的愿望到大的梦想起航，坚持是生命的永恒，跳动的心脏，带着光跟我飞翔，感受风的速度在耳边呼啸远方。一个一个梦飞出了天窗，一次一次想穿梭旧时光，插上出蜻蜓张开了翅膀，飞到任何想要去的地方。你告诉我你怎么在这儿？如果你在补习班上，我要到这儿来找你吗？我想要告诉你们的是，方朵朵不到十五岁，她现在初三，你们都是高一高二的大哥哥大姐姐，你们知道初三有多关键，你们也都是初三过来的。方朵朵现在每一分钟对她的生命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，她马上就要中考了，我希望大家以后所有的排练不要再叫她了。阿姨替朵朵谢谢大家啊，回家。就上次排练的事情，我一直想跟你说一声对不起啊。我们一开始办《宣誓记》这个组合的时候，也有好多人批评我们，一会儿说我们不务正业，不好好学习，一会儿又说我们歌唱的烂，舞跳的差。一开始也会有不开心的时候，但是后来想通了，我们自己的生活跟别人有什么关系呢？